今届香港小姐竞选十六位入围佳丽，首度会见新闻界。佳丽以白色衫衬贴新牛仔裤亮相，其中陈许莹同陈贞仪露腰上阵大 show 纤腰，而梁绮婷同廖慧仪嘅贴身背心都突出好身材。不过亦有佳丽着唔惯大会提供嘅服装，范士文着上大会嘅高踭鞋，明显行路有困难。今届港姐竞选邀请观众网上投选喜爱的佳丽，总得票最高的十位将于下一轮免被淘汰。大热之一的廖慧仪就不觉得自己有优势。咁我就覺得其實各個佳麗都有自己嘅美麗嘅一面啦，同埋其實好多都係大熱。咁我自己覺得都係表現好自己就 OK 噶啦。其實我都幾有信心嘅，因為我知道我身邊好多朋友都有支持我。而佳麗中最年輕嘅謝欣玲只有18歲，雖然話題性唔及其他佳麗，但係都表示唔怕喺投票環節輸蝕，認為青春係最大本錢。而啱啱中學文憑試放榜嘅佢，就對成績有啲失望啦。其實我自己就可能有少少失望嘅，因為都有啲啲嘅出入，但係我屋企人都話好滿意，咁我就有翻啲信心啦。同埋大學方面嘅話都唔需要擔心，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冇問題。